Zhu Zan.赵宇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？把人带走，我不进。是陆云奇让我来给你治病的。怎么，还派我们越狱啊？ 知道你这样是因为我，你怕我救了皇子清，受天下人唾骂，但你不该这样，你不该这样鲁莽，不该这样冒险。你有没有想过陈国公，有没有想过北地的百姓？万一牵涉其中，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刚才我吼你。 是因为我不想让你受到牵连，皇城一定会报复我身边的人。我找过陆云奇了，给你治完伤我就离京。你跟陆云奇做了交易。 我哪有什么筹码跟他做交易啊？你离开京城，他保我性命。闪着点。 关系网特别复杂，无论你跑到哪儿，你都逃不出去。而且我现在无法脱身，就算你发生了意外，我都没办法救你，你不能信他，不行。你再说，主子，听我说。 你务必在这里保住性命，不可以出任何事情。只要你在里面还活着，我们出去就可以有一线生机。不管是为了我，还是为陈国公。云大夫，药上好了，你该走了。